这是新的溜滑梯耶。噔噔噔噔噔噔，勾住我的手。哇，你要在中间哦，我们给您停右压扁哦。哇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。呜呜呜，全新的。要买一罐金苹果罐头，老板们。要啊！你要全部都有一点痛。那这样还要玩溜滑梯吗？要。